暑假到了，各式的营队活动也展开。慈济美国总会举办环保活动，邀请在艾克斯丹小学长期客服的学生，课程分成三大主轴：减量、回收、再利用。看起来呢，好像大家在玩游戏，但其实具有启发教育。 来到慈济美国总会，他们是艾克斯丹小学慈济教育团队长期提供客服的学生，校外教学学资源回收再利用。瞧，正在浇花的小朋友拿的是回收的水桶，连玩接球游戏，这球也是用回收纸做成。Recycling paper. I learned how to use water. We use 72 bottles to make it out of a blank. To make a blanket with it. If I reuse my materials, and these are my cereal boxes, I can turn them into other things and get more use out of them. Hey, boys and girls. 回收的广告纸在孩子们的巧思下变成了项链。课程结束，大家享用着志工准备的素食餐点，也从餐桌推动环保。大爱新闻资深记者高明哲，美国报道。